什么？那是什么？我刚刚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呢，特别担心。好好，你现在来了。就像一辈子这样抱着，当然可以啊。你知道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怎么感觉怪怪的？没事。我带来的瓶子。我爱你。我也爱你。哎，哥。小猫，你先回车上吧。我和你哥说点事儿。你们和好啦？对呀、啊。骑在车上吧，乖啊！太好了。我知道我后面去哪了吗？现在告诉你，我一直在找王海的私语，现在找到了。这么多年了，还是耿耿于怀。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兄弟。我知道什么叫兄弟。只是太晚了。兄弟回来了。我的兄弟回来了。可是我也说，何必到现在才吵呢？知道我要抓到做了我自己能做的所有一切事情。可是到了，受伤的是小猫。看到他，我真的很后悔。曾经我以为我们会这辈子能摆脱贫穷，拥有财富，拥有地位，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可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遇见小红，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可能我原来对你说过的，我虚伪，我无耻，但是有一点，我爱他。
你知道让一个人苦守希望是多痛。我们的在乎但我怎么对你我绝对不会狠。爱你就放他走了。该怎么做不需要你说，我心里清楚。我说你们行，刘帅，再帮我最后一个。何炳跟了我很多年，不管我做的对的做的错的，他都跟我一起工作。我想给他家人赚笔钱，这钱是干净的。知道了。今天说我心里最大的包袱已经放下了，就算是为了他，我也应该乐观地生活下去吧。嗯。他跟我说过你们的梦想。这是他的梦想，现在是我们龙吟的梦想，拿到世界巅峰的电影奖。我想不止如此，我会一直关注龙岩的，希望你也不要让他失望。谢谢。FGL 的最后一场比赛，祝你成功。我们龙吟成立至今，经历了诸多风雨变故，而这些都是我给大家带来伤害和痛苦。在这里，我向在座的各位表达歉意，对不起。是你们这么久以来一直对我的信任、支持和宽容，才得以让王海沉冤昭雪，也是你们
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依然选择相信我，不离不弃。谢谢你们。队长，你要这么说就太见外了吧？既然我们加入了龙吟，我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兄弟们一起扛，不就完了？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如今所有自由之战的选手都将面临的最后一个敌人，一定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被刘川听到了，他在背后念叨我呢。对了，你刚才问的问题是，这一次 FGL 三连冠比赛是不是势在必得？我给你的回答是，我们七星草战队对于每一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FGL 开赛以来没有连续蝉联过三次冠军，我觉得如果七星草可以获此殊荣的话，你们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电竞王朝，就连当年刘川在华夏战队也没有能力做到呢。刘川当年退役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我坚守冠军奖杯这么多年，也一直是在等他，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次还带着秦叶和思兰一起回来了，所以我们只能毫无保留地战胜他们，这才是对刘川最好的回礼。好了，王记者，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吧，我们还有训练任务。那个是？这就是我们的训练任务，把他们全部找回来。当时假想对象来进行我们的训练。哇，小黄，你连百分之一的胜率都没有，刚才你还说不在意蝉联三连冠。我在乎的是每一场比赛。陛下，这是你的女神汪红小姐对我们龙鹰的报道。我哪有什么女神，我就是感觉她在记者里面长得还算龙鹰战队仅仅成立一年的时间，活跃在今年各大赛事当中，在天猫杯等比赛中有突出表现。打呀打呀打呀，有请双班队员入场。跟他打，跟他打，我有大，马上到，给我上，谁也不许动。快打！Why he never die? Li Xing, ambush, withdraw. 爸，不要灭了他们。Easy。同时在首届 WESG 大赛上杀入决赛，最终因团队意外遗憾负于欧洲豪强 PAR， 如今又以首次参加 FGL 联赛就挺进季后赛，并与电竞王者七星草战队会师决赛。战斗拉平，全部放弃，这是 FGL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队战绩，龙吟当之无愧是近几年来最为抢眼的新人战队，期待在未来的比赛中，龙吟战队必定大放异彩，为中国电竞注入最为热血活跃的新鲜力量。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队员们能够尊重这个赛场，尊重他们的对手，进而也是尊重他们自己。晋级选手这条道路非常的艰辛，可以说是竞技运动中寿命最短的一种运动，很多年轻人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只身进入竞技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学会尊重自己的梦想。哎呀，小黄，没想到你想得挺深的，我相信你的这些队友有一天一定会感激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就算了吧，刘川正在推进的运动员注册机制非常好，他能够在法律上和制度上给予我们这些人一种身份上的认可。这一步啊，他又走到了一步。在这篇报道当中，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进入决赛就已经是极限，我们打到决赛就应该满足。难道我们就只是一个适合进入决赛的垃圾吗？是，
没有人认为我们能战胜精英组织，但是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拿到冠军，这也是我对你的承诺。称霸全国，替晋GF。有这样的对手，是这次的意思。人生遇到一知己已经很难，如果遇到惺惺相惜的对手，我跟楼川对手很多年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把不可能变成，那这个人就是楼川。也许你们会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对的，在我们打败楼川之后。电子竞技也算是一种体育竞技，它是一个有前进的行业。我就有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我终于明白电竞真正的意义，它之所以这么有魅力，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请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的心理对话。教学。是我最后一段职业生涯，我不是什么队长，也不是冒险家，我就是一个电竞者。队长，我在这里做战绩。别废话！电竞给我第二次生命，无论如何我也会试试。我也会继续奋战，坚持。早就在一起，期待那天到来。我离不开这里，我离不开电竞。一旦离开电竞，我就会失去我自己，我就会变得茫然。老师，我们是一个战队的兄弟，就应该共同艰难，等到一起打比赛整天那天，到时候再分开就是了。小心点，我不想你有任何事。我是为电竞而生。你为搞笑而生的吧？再过个十几二十年，我理想就是电竞界的贝克汉姆。不让我上场，是为了训练我的大师专科抗压力，我练了一周。闭上大师，无所畏惧。再说了，我们能跟队友一起为了夺冠而努力，这事儿跟金钱没关系，是热血，热血你懂吗？不懂。这波我来开头，相信我。信你，童哥。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林童，你果然已经突破了徐熙媛的框架。你水平这么高，打路人，资源浪费了。我要感谢一位修车工，是你用两块砖头教会了我如何比赛，教会了我什么是团队的意义。你说川队是不是最棒的队长？川队是对我游戏事业影响最深的人。战斗到底，绝不放弃。战斗到底，绝不放弃。你的身上具备比天赋更强的才能，是因为你有一颗坚持不懈的心。Pentakill， 由此我们也向天下的默默无闻付出的辅助们致敬。老兵不死，涅槃重生。今天是你涅槃重生的日子，也算生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龙鳞的每个人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他们是我的家人，不是工具。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打出自己的风采，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是网瘾少年，我们是真正的电竞运动员。战斗到底，绝不放弃。这帮孩子，怎么？哎，先别看这个。下
想什么呢？我没紧张。你知道我们联赛冠军奖金是多少吗？最近太忙了，没查。胡说。啊。US dollar。US dollar。388.8万人民币。1750.5万泰铢。5234.6万日元。你第一场比赛是要上场的，你这眼睛已经被林彤打成熊猫了。我就是坐不住。你也挺不地道的，你看看人家思源都紧张成什么样了，你还不过去帮帮他？我们几个老兵里面，只有他没打过决赛。哎，好像是。去吧。干嘛呢？啊！别那么坐立不安的，回到当初那个慵懒自若、淡定的老人。谢谢。FGL 的总决赛，我是汪红，我是张淑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总决赛之前，我给大家卖过一个关子，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隔音房，将揭晓它的第三大神奇之处。我前面的这个魔方，随着比赛的开始，还有观众们的呐喊声，它将。难道他将腾空而起？我只是听说，随着比赛的开始和观众们的呐喊声，他将整个腾空而起。今晚进入决赛的两支战队，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一支是联盟中最具有统治力的老牌霸主七星草，另外一支是新锐中异军突起的新秀龙吟。这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这是一场传承与新星的 PK。今晚用你们最大的呐喊声，有请出你们心目中的英雄。
战斗到底，绝不放弃，战斗到底，绝不放弃。体育场，医生。Welcome to the Death Valley.中路对拼中呢，穿成法维安是从开始就占据了主动，尽管青樱桃的苏世伦也算是自由界的这个顶尖中单，但是呢，当法维安头上出现了海纳摆出来这个 ID 的时候呢，不被打爆也算是胜利了。我卖一波，别让我死，只要刘双动手肯定有来无回。其实 Fiona 已经从侧翼是虎视眈眈，令人惊讶是面对这个苏世伦残血的勾引啊，海纳摆穿的法维安始终是没有贸然的前进，是吧？这不带杀，我上了没准肖子金就突然跳出来了。穿神蛮帅气的进了草丛，我的天哪！你们确定穿神没有开全图外挂吗？女武神的血很残，而阿图鲁这边则几乎满血，这就说明阿图鲁对于自己的走位和技能掌握是非常精确。打了谢尔德已经被我压得出不了塔了，而操刀自己的成名英雄查尔斯的蓝蔚然呢，其实也是悄悄的埋伏到一旁。走吧，把他引出来。这阿图鲁太欺负人了，女武神果然上当了，他急速的想要斯兰发育，查尔斯精准的跳到他身边，快了，斯兰在这儿，漂亮！我们看到蓝色的查尔斯顺利的掌握医学，斯兰这就可以啊，战术再好也得看指挥啊。果然如队长说的那样，这季比赛指挥官就是蓝蔚然。兄弟们，马上打团战了啊！专门队员在往下路集结，天雷勾地火，团战一触即发。正面刚一次，该来的总要来。青草队员的站位非常注意，这是要玩真的了。李翔，先顶上去，大家跟上。洛克的致命手段也是控制住了布伦希尔德，一夜神的阿道夫率先打出对手的破龙技。青草队员的战士已经被打乱了。法维安是趁机的跳到人群之中放大，洛克的致命手段也是相当及时的控制住了布伦希尔德。菲奥娜见势不妙，是直接选择操作，巴尔萨就直接被法维安带走。阿图鲁接连斩杀了女武神和小黑，龙鹰战队的双优的战术完全被打了出来。面对七星草这种强队，他们也去采取这种冒险打法，实在是让人太惊叹了。居然往山里跑，这种感觉不像是蓝蔚然的节奏。前期他们个人突进，现在开战坚决。你还没想到是谁吗？秦叶来了来了来了啊！龙鹰战队真的是要来打大龙了，可能是感觉到己方的优势非常大吧。洗澡所有的队员是非常阴险，躲在大龙对面的草丛中，节奏完全被龙鹰掌握了。再这么打下去，这局就再无翻盘的机会。他们前期阿图鲁发育不良，找机会秒掉他，把节奏往后拖。阿图鲁不等队友到齐，是旁若无人开启了大龙，准备抢龙。洗澡战队可是不给他任何面子，一顿群龙都能收下这个大人头。举报我的，你们先撤，别撤，别撤，别撤，把车打。龙鹰战队并没有选择撤退，而是就地反打。法维安、阿道夫、查尔斯三大输出火力全开，龙鹰三神伤害已经是突破了天际啊！Victory。总决赛第二局，龙吟战队换人，秦叶下场，徐策上场。Welcome to the Death Valley。终于要出现了，萧煌的帕萨塔塔，我相信每一个选手都不会忘记。是多久没见他了？当年被萧煌帕萨塔控制的恐惧。凤凰最强，加油！萧煌的帕萨塔塔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帕萨塔塔。李翔，这应该是你当职业选手以来压力最大的一局比赛了。如果你能跨过老萧萧的坎，你的极限将是整个天空。跟他对线的理想也是非常了不起，面对萧煌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是不落下风，有前途。理想还真可以。
我要带伤了！肖思念的帕萨塔塔居然被压回城了，而跟他对上的洛克居然是满血的，理想这位选手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梦想和现实只差一个诞生。理想正是向我发起战术，敢在总决赛上跟我对线，我现在更想把他拉到咱们队里来了。肖思念在公屏上打字，洛克用的不错，这种搭载中被肖思念称赞的情节，我们应该是从来没见过。对不起，你下去休息一下眼睛。兰兰，你替泽文打一号位，江少卿来打辅助。徐策，下一局游走，再狠一点。你想，咱俩是一个战术体系，这场好，你把我也坑下场。本届 FGL 总决赛第三局，龙吟战队换人。李想、吴泽文下场，江少卿、林童上场。Welcome to the Death Valley。肖思清在这儿。这是清扫战队的新套路吗？向后的帕萨塔是在嚣张的挑衅，身后埋伏了四个队员准备支援。轮战的奥罗拉上当了，蓝威人的查尔斯也赶了过来，他们准备制裁一波这个帕萨塔塔。小黄，你觉得对面会上当吗？刘川肯定不会，因为他是自由之战二最奸诈的选手。小心点，老肖可是出了名的奸诈。被清扫埋伏的标准大号是打了个措手不及，帕斯塔帕萨塔塔是分别拿下了一个人头。清扫战队开始建立了不少优势啊！轮战的敲掉自己的成名英雄的齐拉是路人王徐策。如果单杀肖思静，叫一声侧身不过分吧？先别吹牛，杀了再说。肖皇非常灵巧的一个翻滚，躲开了齐拉的追杀。清扫队员是一窝蜂的是窜了出来，身娇体弱的齐拉是率先被部队切了身后，蓝威的查尔斯凭借自己灵活的左轮是逃过了华约之门，能走的都走。你这逃跑是不抓牛面，机械逃生啊！洛克是拍马杀到，这清扫丁龙的洛克呀，还在追，还在追，刚哥几个都不存在。香芒看来不是那么好抓呀，不错，你跟张守虎有的一拼了。怎么讲？
毒奶，把别人吃过几次，他们就不敢乱抓了。赵旭，我出事。现在战队查出了奥罗拉正在普军的时机，果断先手，新团的其他队员是一拥之上。奥罗拉非常积极的跳出了。这星团有点水平，差一点真活了。他现在超越出一个无界皇冠，是主动帮着大师拿下了这枚人头。我们战队在打完这场比赛，奥罗拉吸引到对手火力的同时，选择了打小龙。可以打大龙，过来。而青岛的女武神大龙的庇护下，无伤击伤了大龙，双方的下一次挑战将会成为本局比赛的一个关键。先逼走位再靠。哈斯娜突然用十万中大招，让龙战队全部都不可。完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了龙战队，危险了。Shut down。无名天地，恭喜我们青岛战队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比赛。Victory。下一局，要不让小鱼让他去测吧。本届 MGL 总决赛第四局，龙吟队换人，徐策、江少卿下场，于向阳、吴泽文上场。面对青草的两个赛点，川神的变阵是隐藏已久的大招，还是要打青草一个措手不及呢？师兄居然在这个时候上查尔斯，如果一开始没有打出优势，后面就很难翻盘。话说龙吟的新战术好像不太奏效啊，中路查尔斯被哈斯娜压的是完全不敢出门。川儿顶得住啊，我去中路帮你。不用。飞刀无声的跳大切入之下，川神整个过程如同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First blood。不要大意，流川的查尔斯可不比蓝莓人差。仅仅才三分钟，穿神的查尔斯已经做出自己的神器，悄悄地摸进了青草的野区。正在打红的瓦勒一直毫无察觉，跳大飞刀，杀人抢眼，完美。这家伙到处乱窜，太鸡贼了。他没回城。Killing spree。你一个一个送，注意抱团。试轮去卖，注意，走位不要多走一步。我明白。青草的哈斯娜是站位比较靠前，川神是果断选择先手。哎，不好，这是一个陷阱啊！经验老道苏叔人明显是不会犯这种错误啊！龙鳞战队似乎有些脱节，后排女武神无法进行一个掩护，川神的超神被消防的阿图给终结掉了。消防是越战越远，接连拿下尼赞、盖亚的人头，龙鳞战队这次进攻已是溃败，多名的女武神也逃不了了。Quarter kill。Kill, 五杀，消防的阿布顺利拿下五杀。消防，不要搞个人崇拜。把小四星拿了五杀，有种不好的预感。没事，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放松一下。尽管龙战队的进攻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但是顽强的青草战队硬是顶了下来。龙战队再次组织了进攻，大家注意，打赢这一波，大后期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上去扛，你们注意收割，一定要把握好机会。你放心走，有我在。川神的查尔斯似乎有些冲动，直接跳到对手的人群中。别冲动，流川是上来卖的。尽管不能希尔德开启了大招，但是无法改变他阵亡的命运。最后一波了，别让白死。由于即将查尔斯受到大波击打，青岛的正面团战是扛不住了。青岛战队瞬间团灭了。川神的查尔斯用自己的生命为队友打开了一条胜利的道路。Victory。最后一局，一定要拿下！对不起，现在准备打决胜局，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用最好的状态跟龙鳞打这一战。好，好。
本届 FGL 总决赛第五局，龙吟战队换人，林鹏、于向阳下场，李想、秦叶上场。怎么样，老秦，在下面看了三场比赛，找到七星草的破绽了吗？想要彻底撕裂七星草的防御，不是没有可能，那就是利用泽文超级大考古。师傅，谢谢你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还给我机会，把酱油打好。The battle has begun. 青草战队女武神以及菲奥娜好阴险，半血不回家，反而藏在草丛中，想来一个守株待兔。什么？开始变身，直接对着埋伏的两人甩出技能，漂亮，双杀，干得好，泽温，这个明明没有视野啊，难道说阿土开挂了？跟七星草打了四局，我发现他们喜欢残血反杀，刚才他们有80%的可能是在草丛前面，有20%可能在草丛后面等我受限，反正绝对不可能回家。双方都在小龙附近徘徊，一场激烈的团战一触即发。来人，就在之前直接秒。查尔德是先手的潘森大大，消防车机智的滚开了。不要乱，不要乱，不要慌！以多打少的龙鹰战队居然处于一个劣势，菲奥娜正在飞速的赶过来。龙鹰危险，关键时刻阿库鲁站了出来。不会放过肖思静了。在人群中是精准的点杀掉了潘大大，穿上的法王是提供出了海量输出之后被富伦希尔的里击杀的，参赛的查尔斯也是被菲奥娜击杀的，残血的洛克还在掩护队友的撤退，女武神收掉洛克的人头之后拿下了双杀，菲奥娜已经连胜了阿图，再打出了一波一换四，龙鹰战队唯一存活的阿道夫是选择回家补给，此时龙一战队有三名队友在拼秒，青草战队是开打大龙，绝对不能让老帅拿到复活，大家都在读秒，穿城的法官是悄悄地来到附近，难道又不会下了，别想不开啊，穿城精准地用主攻队跳在人群中，开始了一场无尽的网，漂亮，大龙被抢了，抢了也没用，尽快集合退攻，七星草的战队队员已经踏上龙鹰的高地，川儿顶不住啊，看你的了，刚才说过他的作用名是能人所不能，川城的法王还没有放弃，可是即便是最快复活的洛克也要16秒啊，来送人头了，川神又是开启畅饮无限的关，可惜技能还没放完已经被欧打倒，哎，结束了，哦，比赛太激烈，我竟然忘了川神他还有一条命，我活了，我活了，不好，李想活了，撤，师傅停住，被川神吸引所有注意的青草队员并没有截到，洛克的致命冲撞是控制住了四人，相关的帕萨塔是直接被击杀掉了，你想吃什么镜了是吧，本场发挥出色的菲奥娜也是被洛克的法王是激活带走，这是一个奇迹啊，青草战队溃败，布伦希尔德没有逃出法王的大招范围被击杀了，冠军再次招手，又是一个致命冲撞，奥罗拉死掉了，我们将陆续扑来球队满员吃惊，下挂啊，他的形势正在迅速的转变，招魂到青草战队伤亡情况。龙鹰战队临时突然下场，龙战队的队友在青草的高台建议的打一个。我看到了。
在狼身插出其他自己的肉质，进展的基地被打爆了，恭喜农业战队他们表现实在太帅了。现在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说服了我的父亲，现在他不介意自己企业的名下再多出一个电竞俱乐部，而且名字已经取好了，雪浪。那陈志南呢？他跟黎慧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方巨岩先生，我杨健以雪狼电竞俱乐部经理的身份正式聘用你为俱乐部旗下雪狼战队的队长。你没有相信，只要有你方志言在，雪狼战队和雪狼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只要有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在，雪狼和雪狼的精神就永远不会消失。狼屋永远是你们的家，我们永远不能再分开。兄弟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龙吟的宿敌，我们不是人，是狼，是狼。这事不好办了。夏姑娘年纪轻轻的，做事这么直接果决，
还有扶大家之将请的魄力，其心可嘉啊。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时间紧迫，所以还希望吕主席以后能够多多提携。另外，我接手华夏不仅仅是简单的援助，我会将华夏打造成一个全新的国际化俱乐部。黎辉他虽然是个罪人，但是他真正进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改革，让华夏成为首家引进外援教练的俱乐部，并使其与国际接轨。综合来看，这样一家俱乐部的确具备优先条件。小姑娘不简单呢，后生可畏。李主席您过奖了。龙云，战斗到底，绝不放弃。
忘记。